追求健康是每个人的向往，是吧？觉得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做好任何事情。说起健康，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吗？其实我这里沿用了一个很旧的标准，大家可以对照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健康的人。你每天有充沛的精力吗？你的处事态度是很乐观的吗？你休息得好吗？好啊，那就是好。你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吗？比方说一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觉得先中标了啊，那就不行啊。还有你能够抵抗一般的感冒和这个传染病吗？还有你的体重是不是均衡啊，不是太胖也不是太瘦，你的反应是不是很敏捷，你的牙齿很清洁吗？你有牙周病吗？还有就是说头发有光泽吗？肌肉丰满，皮肤有弹性吗？这都是健康的指标。你如果能达到7到8项，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啊。但我们希望10项都能达得到，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健康的标准。谈起白领呢，因为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人家都觉得哎呀，白领这个工作很风光的，是不是？你看我们都有英文名，都穿职业装啊，西装革履的，出入高档写字楼，公司效益还不错，每天工作很充实，领导又很重用我，应酬聚会经常有，社会关系真不错。你们有这样的同感吗？有啊，是吧？就当个白领还是不错的，收入也还行啊。但是其实人后也凄凉，为什么？我们要打卡上班，我们坐格子间吃工作餐，我们还得颈椎病啊，压力山大。每天看电脑，脖子、肩膀酸啊，眼睛干又涩，皮肤粗又燥，经常要加班，三餐不定点，胃也不舒服，便秘又心慌啊。最近工作忙，睡眠不够多，头疼，记忆差，总是很烦躁，每天长久坐还要陪吃饭，体重在增加，腰围大一圈，这些你们有没有？有，确实，这是我昨天晚上在飞机上写的这个顺口溜，我觉得这就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这种当前的健康状况。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这个机构都在做白领健康调查，我这里也有采用了一个调查结果，说仅有22.8%的白领对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表示满意。实际上，这个22.8%的话啊，是年轻人为主，如果再加上中年的白领人群啊，可能这个比例还要下降很多。你看很多的人其实对自己是不满意的啊，不太满意，很不满意，就是说这个白领健康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大家看一下这个木桶啊，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这块木板是有多长，是吧？生命木桶也是如此。你看我们人有5脏6腑，我们有心肝脾肺肾，有脑肝胰胃肠，还有眼耳喉鼻舌，有神经骨骼肌肉，都是构成我们生命木桶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猜一下哪一块是最短板的那一块，能猜得着吗？是什么？心脏。还有人说吗？肝、脑、肾啊，还有什么？肺啊，你们说的都不对。法国有一个科学家叫卡伯尼斯说过，人与动脉同寿，我们的骨骼能支撑我们活100年没问题，肌肉虽然老了以后啊有一点点萎缩，但是也能支撑你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的心脑血管不行了，那就是心梗了，有可能就脑溢血、脑卒中了。所以说呢，要想健康，先把自己的心脑血管保护好。2013年中国心血管病的一个报告说，我们国家每年约有350万人死于心血管病，每10秒钟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很多人也会问我，那你为什么不说糖尿病呢？现在中国人糖尿病是很厉害的，最新的这个报告有说，原来有说是9700多万糖尿病人，现在有报道说有都超过1亿了，还有很多的糖尿病的后备军。实际上我们认为糖尿病和这个冠心病啊，或者是跟心脑血管疾病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因为糖尿病本身高血糖你是感觉不到的，最后这个糖尿病人都死于并发症。是什么并发症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并发症。同时呢，我们还有1/3的人这个癌症是吃出来的，尤其是一些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的这个癌症，很多都是跟吃息有关的。我们中国人最后有75%到80%的人会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啊。
慢病，所以呢，我们就要预防它为主。针对这些危害我们身体健康，尤其是针对危害白领健康的这些疾病危险，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要把握人身健康黄金20年，男性是30到50岁，女性是40到60岁。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30到60岁啊，就是疾病高发的年龄段。很多的人啊，就是30岁以前还看不出来，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年轻人嘛，30往40往60走，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大。有的人很年龄很大了，但是还很有活力，很年轻。可能有的人真的是60岁的人，40岁的心脏。可是有的人呢就不一样了。前两年我跟一个中关村的白领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何老师，你能不能给我指导一下，就是我这个健康有问题。好，我就看一下他，好像是头发也脱得差不多了，地中海都出来了，眼袋很重，眼眶黑黑的，脸色很不好，肚子蛮大的啊，有游泳圈。那我要跟你做健康指导，那我就要问他多大年纪了。我说您多大年纪了，他要我猜。我一般比较客气，人家要我猜我就会猜年轻一点。我其实我看他，我觉得他有42、43岁，有40多岁，比我小不了多少。但是我出客气，我就说你今年有35了吧。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啊？他哪里啊，何老师，我27。他真的是27。我说孩子，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啊？因为27岁在我跟前就是孩子，知道吗？是晚一辈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有脂肪肝啊？他说是，高血脂脂肪肝。我说你有胆囊炎吧？他说是。我说你不吃早饭？他说是。中午都是吃工作餐了，一般都盒饭，就不用问了，绝对是，有时候可能都不吃。晚上是几点下班几点吃，吃完就睡觉。他们的确是这样的，没点，因为中关村特别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下班。好多时候是5+2白加黑。什么叫5+2？就是周六日都得上班，白天黑夜都加班啊。然后吃完饭就睡觉，几乎没有身体活动，就不会有体育锻炼。你说这样的人身体能好吗？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是75岁，但是中关村前几年有一个调查说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57岁。那么我们女人呢，因为有雌激素的保护，在40岁以前，也就是说在你进入围绝经期以前，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比较好的，比男人要好得多。如果这个女人本来上帝给你了这个雌激素让你好好保护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但是你又抽烟啊，又酗酒，而且还瘦得像一道闪电一样啊，然后你有一天还绝经了，而且没办法多躺在病了，这些保护作用就会消失。觉得只要你的这个体重在健康的范围以内，不要刻意去减肥。主要是我们女人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卵巢的衰竭，然后这个雌激素的分泌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好在我们还有一点皮下脂肪，皮下脂肪比男人多一点，这个皮下脂肪也可替代性的就是分泌一些雌激素。所以中年女人们就不要瘦得像一道闪电了啊，稍微丰满一点点还是好看一点。小姑娘们也是这样的，我总是跟她们开玩笑，跟学生们也开玩笑，甚至跟我儿子也开玩笑，以后你们找女朋友这 BMI 在19以下的别往家里，因为太瘦了啊，就是太瘦了。但是就是说健康就好。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的生命之数长青？你想要健康活到90多，最好活到100多，你应该40多岁的时候，你的争取做到体检指标都正常，就是说你血糖、血压、血脂你最好都正常。60岁之前你不能得大病。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其实吃饭也是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今天又没管住嘴，我吃的太多了，我还得去运动把它折腾出去，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确实是有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博客啊，这个博客现在好老土，人家都不写了啊，叫做中国家庭的7大饮食问题。后来这个很多的杂志，这是大众医学杂志，就给我改了最常见的7种饮食问题。这个博客的点击量呢，就有15万人读了这篇文章，证明大家还想关注啊，知道什么是健康问题，是什么健康饮食问题啊。你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啊这些问题。三餐搭配不合理，不吃早餐夜加餐，食不厌精主食少，不爱粗粮爱细粮，
蔬菜水果量不够，奶豆制品消费少，烹调众味在舌尖啊！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迷倒了多少人呢？可惜都是油盐超标啊，油盐摄入均超标，偏爱超市买熟食，因为便利的关系，熟食必定盐多啊。这个是专为咱们广东同胞说的，喝汤气渣丢精华。你们煲汤是不是都不喝那个不吃那个食物啊？大家知道吗？广东是经济发达省啊，但是广东的育龄妇女的贫血率一点都不比贫困地区的低，你们的饮食习惯还是有一些误区。还有就是关注食物酸碱性，相信食物会相克，天天有人在这个网上说这个跟那个相克，那个跟这个相克，弄得人家无所适从。我告诉大家，这都是以恶传恶的多啊，不要信他。还有一个人不会选择零食，零食选择欠妥当，酒和饮料受欢迎啊，这都是大事啊，大家要引起注意。民以食为天啊，我们人活一辈子，刚才说的我们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是75岁，那么我们就要吃60到70吨的食物。如果你会吃，你的身材就是这样的苗条又健美，如果不会吃，那就是臃肿又肥胖啊，你自己选吧。你就是你自己吃出来的结果。主食是少不了的，很多人主食是什么呀？是萝卜丝饼，是南瓜饼，是什么呀？还有蛋糕啊，都不好啊。这个主食呢，还是米面等主食，它容易消化，是吧？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上学的小朋友，你早上吃饭你不跟人家吃主食，你不是让人家不好好学习吗？因为没有主食的话，他这个大脑的血糖得不到供应，他不容易集中思想来听啊。但是呢，这个量还是要控制好，你要可着自己的性子吃，那也会吃得太多了也会长胖的。尤其是糖尿病人，糖尿病人我们要求他一天这个主食量不要超过6两，每顿不要超过2两，所以大家是一定要记住的，不是叫你不吃啊，但是这个量要控制好。即便你是在减肥，在控制体重，你要采取这个低热量的饮食，至少也得吃到2两以上，不能一天不吃主食，不吃主食是不靠谱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柱子，你看这个膳食纤维最高的是什么？是荞麦，是吧？然后是玉米面，还有高粱米，但高粱米比较粗糙啊，大家煮饭吃的话不好吃，吃不下去，但是可以加一小点放到八宝粥里，自己煮杂粮杂豆粥的时候放点高粱米是可以的。这个油麦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燕麦啊，燕麦在中国裸燕麦也是荞麦。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大米，我们南方人喜欢吃米啊，其实米里面膳食纤维很低的，所以你不妨加一点小米或者是加一点玉米面放里面，做成二米饭，这样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们说粗粮杂粮营养全，既保身体又省钱啊，一定是粗细搭配。这一点我是老是反复讲，餐餐有蔬菜，好多人说我真是做不到，早上我就做不到。其实很简单，哪怕你吃点西红柿吃点黄瓜都可以的，但是呢一斤蔬菜你能做得到吗？每天做不到啊。你想要有漂亮的皮肤吗？想。你想要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吗？从今天开始每天吃一斤蔬菜。其实一斤蔬菜没有多少啊，如果炒出来，叶菜炒出来也就是这一盘，我们都知道的番茄红素啊、叶黄素啊、玉米黄汁啊、辣椒红素、芹菜素、胡皮素、花青素等等，蔬菜里面有很多的植物化学物质，对我们健康是非常有效的，是可以抗氧化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多吃。我见过最年轻的这个骨头骨折的病人，女性，26岁，结婚1周年，跟着老公出去吃1周年，就是纪念日嘛，去吃饭，坐了朋友的车，坐朋友的车下车的时候，女孩很高的个子，1米72高，很漂亮，很苗条，非常的苗条，绝对是模特的身材，长长的裙子穿着，结果下车的时候这个裙子被这个座椅勾住了，就从这个车上直接就摔到地上了。按说26岁的姑娘摔倒了爬起来拍拍屁股走人没事是吧，居然躺在地上哭起不来。平常很坚强的，她老公说她平常很坚强，不会这样啊，赶紧就是送医院叫救护车，一拍片子，26岁的姑娘骨头折了，怎么办？老人骨头折了怎么办？换髋关节，换一个骨头，现在一般是瓷的，换一个大概能管15年到20年，26岁怎么换？还没刚结婚1年还没孩子，你们说怎么办？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人的骨密度啊，最高的时候骨密度的峰值在35岁左右达到最高峰值。所以说呢，他这个骨密度其实还是在生长的阶段。那医生说你也不能换呐，怎么办呢？你就让他自己长。但是他这个摔断了，他不能走，是不是？他就只能躺在床上，躺了将近快一年，10个多月，瓦西莫斯都躺出一坑来。10个月吃喝拉撒全在床上，非常的痛苦。我跟大家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说啊，女孩子爱漂亮可以苗条一点，但是不要太苗条了。该晒太阳还得去太，该晒太阳还得去晒，不要出门三步就打伞，因为只有维素 D 的作用下，我们的钙才可以吸收。我们是号召大家每人每天半两油6克盐，实际上、啊、你看是什么样子？我们平均，我们中国人平均每天吃油是多少？49克。我们要你吃25克，结果你吃到1两了。有的大城市估计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能吃到50到60克油每天啊，所以油是吃的太多了。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吃很多的油？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是一个美国600多斤的黑人单亲妈妈啊，她600多斤。我们人小时候，尤其是2岁以前，这个小胖子啊长得很可爱，敦敦实实的，很胖，你觉得很可爱。实际上2岁以前这个小孩长胖，他脂肪细胞是在不断的增多。等他长大了以后，尤其成年了以后，他长胖啊，是这个脂肪细胞无限制的膨胀。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个脂肪细胞的图的话，尤其是肥胖人的啊，就发现他的那些什么细胞核、细胞器都挤在一点点就边上，然后这个脂肪底很大很大，它可以无限制的长大。这个人600多斤，不是最胖的，最胖的有1000多斤的啊，在墨西哥、在沙特阿拉伯都有。像这种人都是会胖死的，如果不治疗的话。咱们中国人现在高血脂人群越来越高，尤其是中国人的血脂高跟国外有点不太一样，国外是胆固醇增高为主，中国人还有一部分人是甘油三酯比较偏高，可能跟吃油多有一定的关系。饮水的问题，其实很多的人不会喝水，也不会合理的来选择这个饮料。喝水要主动饮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我们每天每个人最少，女人要喝1500毫升水，男人要喝1700毫升水，这是今年公布的最新的标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早起要喝一杯水，我们叫早起一杯养颜水啊，冲洗这个肠道啊，就是降低血液粘稠度，很有好处。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不知道，睡觉前也要喝水。如果有睡觉前喝水习惯的人，得心梗的几率，得这个脑卒中的几率会比别人要低，这是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已经证实了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睡觉前要喝水。很多人跟我讲，尤其是年轻的姑娘们说，我晚上喝水会不会眼睛肿啊？早上起来，对，不会，是的。如果你的眼睛肿，可能是内分泌出了问题，也可能是肾脏有问题，那就要去看医生了啊。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拳头啊，像我这样的个子啊，我是女性，我这个拳头大小就大概相当于150克的量啊。这位男士可能他就是个比我大一些，他可能这个拳头就是相当于200克，就4两的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每人每天吃的食物实际上只有10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了。主食一个拳头的够吗？不够。对，一个拳头是什么呀？是肉类啊，大家记住了啊。因为很多人会想到第一个是不是主食，不是的啊，一个拳头大小的是肉类，包括鱼禽肉蛋，大概就是150克到200克总量。我说的是去掉不可食的部分啊，就是什么鸡蛋壳不算，鸡骨头也不算啊。我还要强调一点，是指的身重啊，你如果吃这么大一块红烧肉那就多了啊。我吃的是身重。然后两个拳头大小的什么呀？主食，包括米面、杂粮、杂豆和薯类。两个拳头大小的奶豆制品。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两个拳头大小，我说你喝一杯牛奶250毫升，那么还剩下50克，对不对？男人可能就还多一点，比方你在家里喝小酸奶啊，还剩下50克。30到50克的什么呀？大豆。30到50克大豆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你如果吃豆腐干是2两，如果你吃豆腐啊，就是南豆腐北豆腐啊，你就要吃4两到半斤。如果喝豆浆呢，你就要喝6到8杯，就是这个意思，就相当于30到50克黄豆的啊。剩下5个拳头是什么呀？蔬菜和水果，是不是要1斤蔬菜半斤果呀？
对，就是大家很容易记住。其实我们每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就10个拳头大小就行了啊。针对白领人群呢，我还给大家写出了几条建议啊，对你们的工作生活希望有一定的好处。比方说，我们会建议工作有节，作息应规律啊。这人生在世啊，最重要的就是吃饭和睡觉是天大的事儿啊，别的事再重要，没有这两件事重要。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饮食均衡，你的矿物质、维生素不够的情况下啊，就是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这个营养素补充剂，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利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劳逸结合，跟家人要亲密接触啊，家里就是你最温馨的港湾啊，跟家人一定要处得好。还有朋友可以倾诉啊，嗜好无不良，比方说我不抽烟、不酗酒、不接触毒品等等啊。还有就是说，每年要体检啊，防微可窦健。那么在此呢，恭祝各位朋友们身体健康啊，谢谢各位。